不过处理这么多，无啊，我是太处对了，无敢换。哦，我只是你那边想要搜寻，你那边搜寻有问题啊，赶快弄一下。嗯，是。这放空中会被你的魔音穿脑给弄死。我们的林月很喜欢，很想要看我用大圣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冲着你一句话。今天我们林月他说我用大圣发生跟上次一样的结局。百姓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激不得，知道吗？他说大圣是不是？他捏捏老子就不用大圣。哎，我这样是很机车。我也还好。好，没有跟各位报告。如果有什么好队伍，就用什么好队伍了。基本上，百姓推荐给大家的队伍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好过，好吧？啊，我在这路你就很难过，来跟我讲，好吧？啊，跟我讲，以上本人不负任何责任。好，基本上我心中打了，因为这队你可以看我直接连处机都不处，我就冲了。因为我看到这队就直接说，哦，那我就心里就有数，所以我就随便乱转，好吧？啊、我看到百姓转得很舒服哦，哦，啊、你转不是舒服而已，是灰熊级舒服啊！啊，换毛妹更好，毛妹没有啊，我这个就是稳扎稳打、啊，绝对是妥妥过啊！哎、欸，羊毛转出哎、欸，哎呀，我忘了，忘了。忘了就随便玩了，知道吗？随便玩，随便过。我怕我过得太轻松了，不然观众看不到高潮，这才是真的。这要怪我们的 Airbus 为什么提供了一个处女的队伍，这么好的队形给我们？哦，看到啊、哦，三钢堡，你没看错，那是三钢堡。基本上，因为我很怕扯到线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画面屌住了。嗯，捏那个熊嘞、欸，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给我、啊？怪不得顿住了，三更半夜人家拍实况好不好？不是有个可以开什么飞行模式吗？三更半夜人家在打。哎呀，换两波飞行模式啊！啊，算了，看不到就算了。你看了飞行就没有连线了，就没有网路。没关系啊，就是我那个结束的时候再开就好，比赛都是这样啊。哎呦，补血量好像不太够哦。看到这一队没有？稳扎稳打的有没有？还可以做直排哦。基本上碾压的力道是不解释的。这边还 OK， 哦，这边唯一有危险的哈、哦，跟各位报告，只有在那个什么第四关反伤15%，所以那时候尽力打就可以了。其他的话，我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反伤不用跑啊。啊？什么东西？那个威力反伤不用跑，威力很够，很够啊。妥妥的地方。再转、哦。基本上姜子牙跟我很熟、哦。就是随便玩一玩就可以了，变者上钩了。
帮助你行吗？哎，也可以，可是你攻击数的问题而已啊。我这队又有攻又有守。哎，王源，你看白金玩的还蛮悠哉的。这帕斯顿更不在话下了、哦、基本上你有消耗心中应该就不会死了。哎，三 combo， 对，我就是三 combo 怎么样？我的平民三到五啊，最后一波了嘛，那就直接送走他好了。好，这最后一波康博数不用拉得太夸张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保持血量的问题。哦，这边我准备要一波带走，所以我先开这个，太好了。左边这一排好不好？帮帮忙一下啊！嗯，啊，因为我们的杂度太多了，所以就这样吧。威力应该是够了哈，所以就不用看得太久。龙科也就不开，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，好吧？以表示我对这个关卡的尊敬。哦啊，这边看你是要玩 CD1 还是要 CD2 的关卡哦？看你心情舒服，那我是随便的。反正也没送走嘛，所以我刚说的话就 也没有影响了。哦，这样看这个太子尾王应该是等一下准备一波送走。新珠记得留哦，各位记得留一下新珠。基本上我心就不会死了，我可以看到稳定度是比刚才稳定非常非常多，这是太药的好处。哦，这是神魔帮忙这个太药设计的这张卡片，只能 OP 两字来形容。哦，也是第一个线上游那个手游啊，哦，线上游戏我不知道啊。哦，会帮玩家设计卡片的一家公司。哦，神魔之塔屌。这时候我的建议是消杂猪哈，啊，王可能不知不觉就被我们处理掉了，那就不要介意，好吧？我会等这一次哈，斜转绕过来，哦，因为由于处女的这个恢复力是非常高的哈，所以我们要善用它的恢复力。为什么越南转的地方百姓转的combo数越高的？其实不是，因为对我好转，所以我就转得高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，好吗？来，一样，我们请太后做一个两串珠的示范。好，再来一个天雷的战场，好吧？好，触魔，就这样。接转绕过来，龙哥，哦，耍帅啊！
完全是、哦、有一颗光柱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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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就是 K， 哦，两百多万，所以知道为什么 我不放大圣了、哦、因为我们现在是以碾压的姿态啊，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一堆碾压都可以碾，那我们放大圣基本上是还蛮浪费各位时间，也浪费百姓的时间。工资狂暴，嗯，为什么现在出现临时通关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刚刚没有临时吗？他每次都会出现，好、哦，没事啊，哦，因为我没有在刷了嘛，所以没有注意到我。我看一下这个龙哥啊。